我们可不可以用保特瓶啊破掉的地方来？保特瓶破掉的地方，可是那地方不是有弯曲吗？那到弯曲那里面没有破，没有破，不是是放上去的那个保特瓶是有弯曲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它只有直的弯曲，对啊，它没有什么弯曲。你可以试看看，但是不怎么要怎么放进去？就有那个合适的东西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啊，如果觉得，试看看。失败的话你要问谁？我分比较容易坏，它是塑胶的，是可以试看看的。但是老师还是建议你们跟学校讲一下，老师的地方坏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先用保特瓶去试看看这样子？还是跟市长讲一下，让市长去看一下。但老师他说那种东西可不可以用，让学生怎么处理？因为有些比较专门性的，像水龙头断掉了，你可以处理吗？那个会跟大人讲。好，老师建议是请学校派个大人跟在身边，派个老师跟在身边，看看你处理过程。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不会漏水的洗手台，开水，然后开水，然后再开水。